欢迎欢迎欢迎我们赢家团的这个关宏、李诞还有袁克。蛋蛋是现在每期都来了，老朋友，特别的开心啊！是，我们要提醒真相团的，就是你们一定要听他的意见，对，他真的非常非常会观察。别看他眼睛小，他是真的小。三位平常都很会观察人吧？关宏，你会观察身边的朋友吗？女孩，我啊，女孩。比如说，我们这今天啊，五个人当中有一个人。是伪装者，你会一上来就有直觉吗？我可能就会先看他自我介绍的方式，听自我介绍。好，我们问一下袁可。袁可平常观察别人吗？生活当中我有时候笨笨的，有的时候会观察的会有走眼的时候，就是属于那种后知后觉型的那种。哦，但是我第六感还是比较准的。第六感准到什么程度？比如说选择一个角色或者选择一个剧本的时候，哦，知道哪个好剧。就好比我现在《延禧攻略》里面纯妃这个角色，真的是我运气很好，第六感。他居然爱上一个心智苦奴才，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。是因为演得太好。没错，入戏太深。李诞，你是属于先知先觉还是后知后觉还是不知不觉？我是不知不觉，我就哎对，但是我没问题，今天绝对赢，一定赢，好吧？你这个荒谬的这个自信来自哪里？